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三爷，今天我们来玩《黑暗奇变》的第四个章节。这是新更新的章节，那现在解开的是护士的关卡，后面还有欢乐帮，还有一个熊妈妈的。对，这一关应该会解锁第五个技能才对的，进去看一下。We need to get that soul shard to get the gate open. Naturally, it's behind those bars. 它是需要吸附这颗钻石，所以我们点击这个实现应该会解锁新的技能才对。这里技能点数啊，我觉得这个警觉的技能有点废。好的，把这个眩晕的技能可以点满。就这样。那我们进入这款游戏吧，一共是两边，可以这里可以换技能，换成一个 CD。OK， 好的，这是护士医院。哇哦，护士车，护士车。这里有四辆护士车，然后这个是医院，然后好 hospital， 好好跳。哇哦，这个医院怎么跟？一般的不一样，不是应该很肃静、很端庄？之前的探险者怎么在医院还有这种热舞伴 ？No problem. 嗯哼，嗯哼 ，No problem. 没问题。I see. How troublesome. Yep, we can handle that. 我以为他下面的字幕会是中文，还是让他们翻译？ Looks like you just walked in. 前面的章节他是翻译的，他刚刚跟别人在通话。这里。应该我要接受他的治疗。那这里看不懂，我们可以直接跳过的。I don't know what she's talking about, but she has her head in a bag. Please follow me. Please follow me. 这是另外一个护士，他为什么要在医院里面玩滑轮？他现在带我去治疗。那我们就跟着他吧。这真的是医院吗 ？See anything you like? Kind of disturbing, but I do like her shoes. 这医院有点特别。这医院。Right in here. 走吧，跟着他。看一下他搞什么名堂。Wait first, 这是让我脱下鞋子蹭一下我的皮。不、哦，上面还会喷火，是不是因为我太重了？用火烧一下我。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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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Okay, next up, we need to do a little lab work. Okay, let's go. 跟着这个护士，这是另外一个房间，他是给我治疗还是害我？ Okay, great. Stay right there and don't.Move. Wait until the timer reaches zero. I'll be right outside the door. 嗯，你去哪里？这什么？哎 ，Maybe it's just me, but I don't think you want to still be in this room when that timer reaches zero. Find a way out of here. 哦 ，Didn't I say not to move? 他干嘛 ？Oh, you are. 他不想把我定成马蜂窝吗？Let me remind you that we do not have time to play games with our patients. Please take this more seriously if you wish to be safe. 这一关应该有不少 bug 才对的。那个声音告诫我，这个护士想 ，How about a chest X-ray? You afraid of those as well? 想干掉我。哦，三 D， 这是三 D 的。看一下内战的房间。我就说这个人想害我。牛子大姐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哇、oh! ！他问我去哪里，我当然是跑人啊。哇哦！按快点。
不，哇哇！吓我一愣。我觉得他们这些护士有点啰嗦，太啰嗦。重点是我都看不懂。我们过来偷水晶的。So Malak's minions are not very fond of me. I know. 哇，还给我消毒？哇哦，电梯。电梯好像是在猴子的那关起来也是有的。来了，护士关卡，这应该，我估计保底的话应该有三个阶段才对。337颗水晶，它这个怎么增加的这么慢呢？哇哦，地图可不可以放大 ？OK， 放大。哦，哇哇，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了。哇，这个吸铁石的范围这么广，可能因为我把吸铁石技能点满的缘故吗？哎，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哇，把这个红色的给断掉。他这个检测有点坑。这地图上有三个迷雾啊，迷雾是代表了护士的数量。以前的版本的话，哦，我跟你说，以前的版本它是可以看到一个实像的，敌人的，但是它更新之后，它这监测只能监测一个迷雾。我已经吸到100多了。哇，呀，护士他隐身了，敲晕。哎，他这隐身跟同人版是一致的吗？同人版也是隐身的，把这个断烂。三个都在这里了。哇哦！跑快一点，跑到中央，然后用吸铁石，瞬间变成45，我的妈！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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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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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加速加速加速！哎，我这个吸铁石的 CD 那么短的吗？有这个吸铁石，突然觉得这些钻石唾手可得。哎，打晕先，我吸啊！这里是第二关的，我一把过来了吗？哦，不要！我刚好到了一个死胡同啊！哦哇！他会隐身啊，好烦啊！哦，还有两颗。哇，可以了，没有敌人吧？这边，这是个露天，有四辆车。Hey there, handsome. 哇哦，那就。拿着大针筒来了，啊！直接敲晕，啊！走人！我感觉过场景一般都有危险。哎，我是不是跑错了？我怎么往回跑了？呜！哇！好吧，它有一个 bug 是不能修复的，就是全部的生命都没有了之后呢，你这个游戏是不能重来的，你得退出才能重来。这是很坑的一个地方。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又玩多一次一阶段，然后回到这个地方。刚刚我是走错了才会，所以我应该是走后面的。我是往后走的，不是往前走的。哎，这里有个，哇哦，升降机。护士坐在救护车。那我应该是要爬过去吗？哦，启动了。哎，这是要把我带到哪里啊？第二个阶段呢？到了，到了，到了。那现在应该是爬下去了。啊，直接下来的。怎么那么暗呢？哇，看到没有？这个石像，护士长，好大只哦！ What you looking at? See anything you like? Look out! 哇 ！Say good night. 我被敲晕了。他第二阶段的护士是穿红色衣服的。Hey, there, Sparrow. 下面连字幕都没有了。
And I have to thank you for saving us the trouble of. 他干嘛把我敲晕，又不把我干掉？什么深仇大恨啊？不不不，开门开门！快！哇！上面全是尖刺。我出来了，342颗水晶啊！哎，这上面有他的视野，最大的那个应该是护士长，也就是我可能会被他们发现，我得把他们打晕，然后过去。Use your brain。哦，直接过去怎样？哎，直接过去。哇，好大的一只手啊！哇，我晕眩的范围这么远的吗？嘿嘿，那个护士长只能看着我。等一下，这里是不是有隐身的护士啊？哇，这一关也是很大哦。啊，我被锯到了。希望从这里开始他有存档，我可不想重新再来。啊，这里有一个。哇哇，我知道有个人在那里啊。啊啊，快跑，吓我一跳。哦哦哦，哎哦，这里开一个上来。哈哈，这上面应该是安全的吧。也不算安全。咦，那齿轮的声音好恐怖啊！不，吓我一大跳。哎，好危险呐！哎，不要送我上来。哦，碰到那个电。下午磕了，我吸，这个估计很难走，走上面会好一点，走这边，我不能再死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生命了，这里能下去，哦，走，新的内容，这是个秘密的地方，啊，这里，好的。哦，我现在是往回走哦。啊，应该要用得着那个吧。新内容解锁。哎，先准备好啊，等一下敲晕那些人。哎，宝石。好的，我们拿到这个宝石钻戒了，这个门也开了。溜溜溜溜溜溜溜。耶，坐上我们的小医疗车。OK， 现在我们要逃跑了。我们拿到了我们的宝石，现在要走人。还是有 boss 战的。给我停下来！哇哦，那么多人吗？全是红色衣服的哦，他们是战斗护士吗？哈！However， 现在你跑不掉的。你会被我干掉，干掉，干掉！那个胖胖的护士长呢？你得出来跟我单挑了。白冷，哇哦，哎，他这个造型啊，就跟同人版是一样的，拿着个电锯，胖胖的。哇哦，哎，哼，他被我敲晕。哦哦，移动移动，嗯。我刚刚把他推下去，然后呢？哎，能用就用。好像这些技能都用不着哦。我还会摔死的，我刚刚我是看到我的脚后跟是要掉下去了，但没想到真的会
会挂咯，其他技能好像用不着，用得着的是这个弹跳。哎，等一下，哦，我懂了，我要用这个敲晕，我要拿到这个针头，然后把它敲晕，然后推下去，所以我现在不能乱用哦。来了，快点跳上来，哎，下去，然后呢？哇，那个护士长把我干掉了。好的，继续刚刚的进程。那先传送过来这边，得把这个针头拿到。哇，他要靠近我了，快点上来！对，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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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兄弟！下去，然后呢？哦哦，就是我把他推下去之后，他会滚到胖胖的护士长那边，会对他造成伤害。我打，我想直接看到他护士长死人的那样子，但是被车给挡掉了。你刚刚被这辆车给挡掉了吗？那被他挡，哇！我等到把这个车给打了之后，我再把那个护士给推下去，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看一下啊，他撞他的车了。前面有个红色的球啊！哇，他要上来了啊，好凶残啊！上来啊！啊，我怎么还是死了？我直接把两个技能换成眩晕和位移就可以了，其他技能用不着啊。下去吧，第三下了吧，看一下哪边会有护士。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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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就是你，快点啊！哇哇，翻滚吧，护士长！啊，追了我半天。那他这里一共是要打四下，把护士推下去，撞他的齿轮，撞四下就可以了。其实不难的，主要是我刚刚位移的时候，经常会到角落啊，或者被护士捅。前面还是一样有护士啊。我刚刚看到有，他用这个仪检测，还是准备一下这个晕眩的技能。等一下，如果护士过来的话，我可以直接用。好像没有护士了吧？哦，这里有一个。哈哈，进不来。什么鬼？我刚刚一脚把一个护士给踹飞了，然后再用技能把他震慑掉了。哎，这都可以。这边会是一个动画哦。对，我直接按晕眩吧。哦，走正门的啊！我以为走哪里呢？出去，出去，出去！哟，我赢了！我死了多少次啊？哇，37次啊，有点多哎。主要是在第二阶段还有 boss 战的时候死的比较多。Three pieces left. You want a new start? I can give that to you.第六关通了之后，下一关就是欢乐班，一群动物，好像好几只吧。这个图片明显是一只兔子。下面呢关起来应该也是会很费时间。有个摄像头，马拉克就是那个恶魔啊。刚刚那一关那个马拉克没出现，回到原厂上面。哇哦，看不到的技能就是让我隐身咯。其实在同人版本这个技能已经出现过了
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黑暗欺骗 Death Deception 就玩到这里啊。那我们有空的话再来玩这个欢乐班的内容啊。这个玩完之后，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熊猫妈妈的关卡。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这个视频剪出来应该会比较长。那么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多多评论、点赞、关注一波啊！谢谢大家了，拜拜 ，See you。